糟了糟了，忘记定闹钟了，一觉睡过头了。我家狗蛋5点放学，现在也不知道几点了。妈妈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不想回家，想去同学家玩。好的，我现在就送你过去。妈妈，我长大了可以自己去。好的，我这个老母亲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呢？拿上路障遮挡，帮狗蛋把道路调整正常。看着狗蛋一天天的长大，心里很是欣慰。不好还有坏人，还好我来跟着狗蛋，不然就会很危险的。咦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变黑了？赶快拿出来我的熊二手电筒吧，不好忘记带了。就是这个抱着手电筒的熊二，找到的一定要告诉我。咦，一天突然就变亮了，是谁帮我找到了？太谢谢你了。是谁家的垃圾箱扔在马路上啊？蛋宝们不要乱扔垃圾哦，要保护环境。狗蛋安全到达同学家，拜拜。